Hello， 今天吃个猪脑花，加上料汁。好嫩呀、啊！Hello， 今天吃牛蹄筋。一会儿就跑掉了，是不是、啊、还没怎么着呢跑了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个手套它就比较跟手啊，有大小码，根据自己的手大小去拍就行。是的，一次性 TPE 手套，质量超好，宝宝们啊，质量超好，妈妈撕扯不易破，对，食品级的，嗯，食品级的，宝宝们，嗯，没有任何的异味啊。是的是的，一盒是60个，线下去买的话60只30双，60个啊，60只，线下去买9.9块一盒，咱这边9.9块2盒，9.9块3盒，4盒，再加一盒5盒，5盒，今天拍下的618，再给他加一盒，直接到手，6盒手套，一号链接上车，一号链接开价好几盘，给力，这个鸡爪重新倒一份来，6盒啊，360只，拿个盘子去重新倒一份，啊、嗯。回家做家务，回家拌饺子，回家做和个馅，回家和个面，或者夏天到了吃整个小烤肉。我现场倒一份鸡爪，我现场倒一份，给我拿个盘子，给我拿个长盘啊。是你平时用的手套吗？不是，我平时是用的是这个，然后我卖的是这个。为什么不卖这个呢？因为这个是一次性检查手套，医用手套，医院里用的那种手套，所以这个手套如果卖这个手套的话，得需要资质，得医护用品资质要用，所以说我没有这个资质，我也卖不了这个手套。再一个就是这个手套超级的贵，不建议大家去买，就是没什么必要啊。家用的话没必要，就是你咱也扔得快，用得快，扔得也快，没必要用那种这么好的手套。我买是因为
之前我没有找到这种手套，所以我买的这种手套，但是买的多了，现在还没用完，所以说我现在还在用。我等我这个用完了，我就用这个，我就不用这个了，因为这个还贵，还那个什么，太贵了，就是确实贵。内检用的手套，你看这个人说对了哈，确实是内检。你看，你看你真的是你。你怎么懂这么多呢？你怎么？你是不是你是碰着你是内行了再说？我用的是 S 码，现场给大家倒一份啊，省得你们老说那个啥，一份多些啊，多些要问啊。就这些一份儿，再倒点呗。这是一份儿，是没？鸡爪一份的鸡爪啊，就倒出起来这些汤，不算多哈，倒出这些汤。这个汤我告诉你是精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汤我告诉你，酸溜的，你知道多开胃不？你拌个面条啊，你或者是。拌个小凉菜啊，多得劲儿！我吃着这个小汤汁，我告诉你，这辣椒油有吗？有辣椒油没有啊？来，兔骨侠鸡爪，超好吃这个鸡爪，我自己吃了都两三年了啊。去骨留筋的，留下筋部脆骨挡中宝的鸡爪啊，你拿着手套。好嘞。你看没，都是一整个鸡爪一分为二的啊，去骨留筋，留下筋部脆骨长中宝，然后指甲盖也去得干干净净，全部都是人手工十字刀剔骨的啊，去骨率非常干净，然后全部都是那个新鲜鸡爪制作而成，不是冷冻鸡爪，不是泡发鸡爪，你放心去吃啊，特别特别好吃。它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，老人小孩啊，孕妇哺乳些你都放心吃啊，一桶是1000克两斤重，带汤两斤，建议汤汁不要排啊。来，线下去买69.9块，咱直播间里59块不要，直接改价49.9块一桶1000克两斤重，一号链接上车。幺零七开价双击趴，准备。上车吧，上车吧，看困了。好嘞，你上车啊，超值超值，等着。推荐中辣，宝们啊！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，你可以拍个微辣的，微辣的是酸甜度大于辣度的哈，有点酸甜口啊。然后这个就是，中辣的就是酸甜辣融合的非常好啊。你可以拍个中辣的，中辣就酸甜度辣度融合的特别好啊，口感会更佳一些啊。是的，500赞没有了，而且它再加500赞，我的加好了一盘了，感谢。中辣是有点辣的啊。剔骨率剔得非常干净啊，让你大口吃肉，夏天到了，炎炎夏日不知道吃啥的，拿它开一个开袋即食，开个小胃是吧？喝个小酒都可以啊。肉很紧实的，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，谁过瘾？1000克没有了，大家剔一剔不行哈，49.9一桶1000克两斤重啊。提出来30刀可以拍了，谢谢。我还没上呢。不用了，我拿一瓶的。刚才有人问我吃那个牛肋排呀，或者吃那个素包子啊，放的那个辣酱是哪个辣酱哈？就是这个牛肉酱，就是这个牛肉酱，味嘴爷的牛肉酱。咱之前卖梅菜扣肉的时候是59.9五盒加两罐小辣酱，加的也是这个辣酱啊，就是这种小罐加两个小罐。有吃过这个辣酱的吧？这个小有加这个辣酱的时候，跟咱们家梅菜扣肉是一个牌子的嘛，所以说。所以说加这个两罐辣酱，有没有吃过这个辣酱的？贼好吃这个辣酱，还有肉粒呢里面。对，它里面为什么叫牛肉粒？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大块牛肉粒，
你说一个辣酱里面这么大块牛肉算是很大块了吧，你要说跟那个牛肉堡里面牛肉就是番茄牛肉粒里面去比，那肯定这就是小块，但是它是一个只是一个酱而已啊，酱里面有这么大牛肉，你谁家酱里面给你给这么大块牛肉，对，是不是都已经很不这种，你看非常非常好啊，而且你吃的它里面很有很多块，吃起来贼香贼辣，这个牛肉酱里面贼过瘾，你拌个面条或者是拌个米饭或者是做个小蘸料，你看这个牛肉酱都很过瘾，宝妹炒菜没味儿的你拿它也借借味儿啊，嗯，有多辣，巨辣，辣的你冒汗，真的你辣的你冒汗，这个辣它是拯救你无味生活的，对，但是它真的很过瘾啊，宝妹，味嘴爷的牛肉酱线下去买一瓶的话要29.9元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大块牛肉粒，价格确实高一些啊，29.9元一瓶，咱直播间里29.9元一瓶，再加一瓶两瓶华宝蛋，来今天所有想要的啊，我给你加两罐试吃，收到货先吃试吃装，觉得好吃就留下，不好吃联系订单客服，有运险，来一号链接上车，一号链接你开价38元，给爷这玩意就辣，但是它看牛肉粒能拯救你无味的生活，但是它不是那种辣椒精辣椒蜜做的让你辣上面辣下面啊，它不是那样的，宝贝们，它辣的不燥你放心吃啊，真的拌面条绝了，绝了，如果不能吃辣可以拍微辣，我平常中午饭我就吃这个面条拌这个辣酱，香辣可口，开胃下饭，真正的牛肉让你看得见啊，宝子们，吃到嘴里那真是鲜香鲜香辣美的，回家你是炒菜调味儿，回家做火锅蘸料，或者回家拌米饭夹馍夹面条子都行啊，宝子们，大颗粒牛肉让你真肉眼500单没有了，好吃，真好吃，再加500单，我再加好了一盘了，给你，挺辣的，这确实挺辣的，但真的很过瘾啊，对，然后这一块就有很多这种大块牛肉粒啊，而且今天下单了以后，它那两个小硬装，你可以回家去吃那两个小盒，不好吃你把那俩小盒扔了，联系订单客服啊，宝子们，好吃你留。编号小黄车20.9元没有了，给大家提一提没付款的库存哈，喜欢吃辣椒的可以去拍，29.9元两瓶，加两个试吃啊。听出来58元可以拍了。有大块牛肉粒的，给我你看有好多这种大块牛肉粒啊，是的，真过瘾，好过瘾啊，谁家给你放这么多牛肉粒，喂嘴爷，咱俩的脸直接就红了，平时夏天到了吃啥都没有味儿的，你们都可以拍一个拿它拌个面拌个那个饭啥的去吃啊，真香，真的好香，太好吃了这个辣椒，越吃越过瘾，脸辣红了，真好吃，但是啊，宝子们，虽然辣的真的很过瘾，面在哪？没有面啊。没有面啊，铁子。一辣就感觉它是多余的，是吧？我也那样。他都累赘，逮一下他瞬间冒风。吃点甜的吧，别惹辣。从那边追到这边。感谢老铁。很认识，你要是搁这边多好，你还能上电视直念，直念，我们还能那边呢。感谢啊，感谢老铁啊。谢谢直念，为什么一直念直念呢？可能是这是我的直念吧。感谢我的老铁，真好吃啊！这是家还是工作室？家，怎么感觉没耳朵？因为耳朵刚才没耳朵吗？以后我就这么直播，没耳朵吗？你就这么播，我在后面给你治，然后我给你治一场，你给我50元，谢谢。我谢谢啊。我就说你这是。
还有别的口味呢，这就俩了，再吃卖不好了。嗯。他说耳钉，耳钉没带。这个有开口。剪存呀，剪存卖没有了，卖完了。还有那个鸡翅，嗯，我开了。你可能辣了，还没缓过来呢。来，有没有爱吃麻薯的？爱吃啊。这个叫冰淇淋麻薯，宝们，冰淇淋麻薯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这个，说一下口味，一个是香草味，一个是巧克力味啊。哇，看吧，里面是满满的奶油，这个奶油呢是稀奶油，稀奶油大家都知道它是动物奶油啊，对，所以说这个奶油是很容易被人体所吸收，不是那种动物植物奶油的啊，不是那种植物奶油，放心吃啊，很好吃，皮儿薄馅多，外面是麻薯，非常非常的筋道，夏天了有的人会担心会化掉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我给你发顺丰。